夜来香在夜晚的香味，浓情越浓，香更浓。所以在这夜来香的气息中，大家呢闻到了香味，会不会有一点很芬芳的感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。既然有的话呢，我们还是来一的时候拍一下，二的时候拍两下，三的时候拍三下。来，一。给自己掌声鼓励，哇，非常有精神。相信呢，大家从刚开始到目前的节目为止呢，大家做的也很辛苦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呢，下一个节目呢，我就跟大家来带一点柔软操。但是柔软操，大家要站起来，大家一起跟着我做一个小动作。相信呢，每一个人呢，在做完以后呢，你的身体就会非常的健康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大家请起立。好，跟着我们一起来做柔软操，请放音乐。青年头，快青年头，透着
小小的动物错误咯，有没有人谁可以指证出来？有谁很厉害的？来，我刚才说两脚伸的时候是这样子伸，结果我把它拿成抬脚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可能这个音乐上我听错了，没有关系。不过呢，大家呢还是吼胸绕腿有进步，大家还是做得非常好，所以给自己爱的鼓励一次。哇，希望大家呢把身体练得健健壮壮的呢，相信我们的未来的前途是美好的。所以呢，既然有了这样子好的身体呢，我们要去练一下武功，把武功练出来，相信每一个人呢将来在社会上也是成为一个一级棒的人。所以我们欢迎呢快乐伙伴呢美娇娘也带来这首练武功，掌声鼓励。